讲一个爱的故事，给同学感动一下。话说有一个女孩啊，亭亭玉立啊，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她不知道她隔壁隔壁人家的男孩啊，非常的爱她，她不知道。那这个媒妁之言，她都远嫁他方，远嫁到城市去了。隔壁家的这个大男孩。 因为家境贫困，那这个女孩啊，亭亭玉立啊，那家庭家境比较好，就是就嫁的门当户对，啊，家境婆好。几十年前呢、啊，他们住的是楼房，啊，这男孩住的是茅屋啊，茅舍。于是这男孩啊，每天呢、啊、骑脚踏车。 骑好远好远的脚踏车，还没有结婚。骑好远好远的脚踏车，就站在那女孩儿，呃，夫家的楼下，遥望着她的窗户的灯光，这样遥望二十年。这女孩不知道，这可以写电影的。这女孩完全不知情，她。 因为晚上就在家里，啊，就等到他熄了，当火熄了就寝，啊，这个男孩再骑着脚踏车回去，就这样二十年的时间过了。后来呢，这女孩啊婚变，这婚变之后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回娘家，就是在这个。 老男孩的隔壁 <laughs>，<laughs> 这个老男孩啊，已经娶了妻室，可是他对于年轻时候第一个梦中情人，也就是这个女孩，真是死心塌地的，永远放着他的倩影，因为左右邻舍这个女孩啊。 要养育自己的孩子，真是辛苦啊！这男孩就假借任何的敦亲睦邻的理由，输送一些物质，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年，没敢表达出自己的爱。到六十岁那一年，这女孩六十。 这男孩六十几了，已经叫老女人跟老男人。这男孩还在做那个梦，他的配偶亡故。哎呀，那不是，哎，就又是孤男寡女，大家都没有婚约。他就跟这女孩说：“我望着你的窗户。” 总共忘了四十年，是不是可以拍电影？<laughs> 他跟他说：“当我是小男孩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爱你。可是我们无法高攀。到他六十岁的时候，这个男孩是个残教啊，很有钱。这个女孩啊，已经憔悴了，因为婚姻啊。” 养儿育女甚是折磨。这个男孩跟他说：“让我保护你吧，那就 OK 了。”这个故事可以 ending 了吗？嗯、相处三年，隐恨。<laughs> 嗯、相处三年之后，他们发现思想。 差异好大，生活习气是不一样的，对于金钱的读法是不一样的，对于情爱的付出态度是不一样的，对于人世间的冷暖那个价值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。这个男老男人。 隐恨给这个女孩一大笔钱，跟她说：“我祝你生活过得好，你的儿女孝顺你好了，我还有事业要忙着，离开了。”换这个老女孩望着男孩的窗，他 <laughs> 的魅力。 在前面的五十年好了，是因为不相识；而他毁于一旦的，是因为他的性格跟思想。所以人情爱之所以会持续下去，是因为彼此之间有共同的界别。现在要说的是这个。 你有共同的思想模式、行为模式，互补型的也好，或是共鸣型的也好，它都有一些雷同之处，才能继续生活下去。这样，所以这个爱让这个老女孩他她看得懂，也让这个老男孩看得懂，原来。 所谓爱这个东西，是心中的虚幻，没有得到满足之前，它永远那么的美好。如果你发现爱把你绑住，你必定有办法挣脱。如果你只想要你绑我，我也绑你。 然后持续的希望由爱的关系得到某一些安全感，各自体会，这个就是爱。讲到这个曲啊，众生总是有生命存续下去的基础，基础的物质，那必需品，所以取有分四种。 叫做欲取、见取、借进取，跟我与取。所谓的欲取，就是色身香味触五妙境，你会自然产生某一种贪求。上一次有讲到，欲望永远不会满足的，因为你会不断的重设定，你为重设定你那个标准杆。 会修行的人，他就是要一直下降、下降那个标准，一直到非常非常简单的基础，而让你不思考，叫做知足。世尊讲的，知足就常乐。世俗有一句叫做“无欲则刚”，对不对？你有欲望，你一定被误。 给牵着，你被情给绑着；有对象，你被人所影响着，你像傀儡。这个就是欲曲。那第二种曲叫剑曲，就是会执着自己的世俗观点。 世俗的想法根深蒂固的住在自己的脑筋里，在生活面用着自己世俗的想法去支持自己活着好。这些世俗的想法，譬如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”，所以世尊。 就跟僧团的弟子讲，比丘、比丘尼没有金钱，他不可以捉拿这个金银财宝。但现在没办法了，买票啊，坐车要钱，要视金钱如粪土，嗯、<laughs> 对不对？ 所以啊，人会执着着自己某种世俗的观点跟这个知见，让自己显得很合理的、存着。很有智能的、很有尊严的，说的话、讲的道理可以跟人家沟通。但世尊对这块呢，他叫我们。 要摒除世俗的见闻觉知，世俗的知见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建立的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自我标立的。所以，你要彻彻底底的把世俗的知见跟我的位置一概看成空。 就是因为这个点，所以你不怕误入，你不怕被笑笨，你不怕自己不会，因为你会的东西已经成为五花大绑，绑死了你自己。这个叫进取，第三个叫借进取，这就是曲的内容嘛，对不对？ 借进去就是自认为对的原则，只取诸种非佛教的戒律，就认为这是对的原则。世俗有一句话这么说，大家也没有觉得他很错。有一些一些人说：“哎呦，什么七灾七改，我那想要加些，那就是我身体需要。我那脚包都没修啊，这样对不对？” 你要说他错，他也没有很错。一个啊，我最大，所以你们得告上我丢。这个地方也没错。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想要吃牛吧我来杀一只牛，我不丢。我食饱我都未够食，这点几其实是唔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根据他不一样的东西而不一样，这是自认为对的原则。有一次啊，有一次年轻人啊。 一个学佛，一个没学佛，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。他说啊，在以前啊，战争的时候，军队一定要带着牛羊群一起走，因为要供给食物啊。所以他的牛啊、羊群啊，啊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然后今天整个军团需要食物，就宰几头。 宰几头，那慢慢赶着走啊。那在宰这个牛跟羊群哦、啊，到底犯不犯戒？然后怎么宰？那这里有一个学佛的男孩，他就说：“好残忍！”哪部电影里面呢？啊，那个将军啊，就跟人家说，因为将军喜欢吃牛排，他就说。 那头牛宰了，于是看着将军喜欢的那头牛，就被这样宰了。送来的时候，哈哈大笑，犒赏呃军队里面的这些大众。啊，那个那个学佛的男孩觉得这是一件惨不忍睹的事情。另外一个世间的男孩，他说这是军纪。 军队需要的是体能去打仗，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，他是为了保护人民，所以必须让这些人有足够的体力走下去。他无法去买肉买鱼，所以这些牲畜跟着走，而随这个呃路线而慢慢宰杀，这是合理的。同学，你怎么想？ 你怎么想？每个人自己心中一部戒律的宝典，基本上我们世俗的人没有办法进化到某一种程度，所以执着执着的在自己的标准里面认为这是合理的，这就是取的一种。刚刚我们谈到，其实每个人。 自己内心都有自己规范解释出来的该与不该、对与不对，而这个该与不该、对与不对，其实到你修行之后，你都需要做一些调整。所以，该跟对的东西，就由佛所说的戒律作为标准，这样慢慢学习去跨越。 这点其实是重要的，但是它有多重要，却不会把它考量到第一个、第一个位置。只有说，你慢慢会发现，生命重复重复在一种不自主的习气当中，你才会很确切的要去肯定自己。 这上面的修正，来让自己切断、切断那个习染，这需要自我下定决心的勇气。那这个上面就是取的一种，你取世间的这四种相，那就是在世间里有你个别的我跟个别的法。 如果你放弃于这些，你就重新再建构所谓佛所说法身的样子。那这里面就是一种自我蜕变呢。其实这个爱，我们刚,刚已经看得懂它的素质。那我们不以它为，就是。 动能、动力去行为，但你生命还是有所谓交流需求的时候，这个取，在佛教里面讲世间的取，你就是得舍。但是他没有说要舍呼吸了哈，呵呵嗯、他说世间你想取的这所有一切，你必须调整。 而且必须舍，但不入断灭。所以你在舍的当下，你知道用智慧关照它，而承担该承担的部分，但不据为己有。所以他在讲这个时候，你就得先放下个别的我的标准。 那佛所制定的戒律，他当然从个我、个别的每一个我去规范，但他基础的规范都是不伤害众生，都是不伤害众生，不是只有生命而已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所以这上面有层次上的差异，大家知道吗？前面有讲过。 那、啊、现在讲到取的第四种，叫我与取，也就是自我语言的执着。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讲出来话的结构跟内容的定义，其实是个别的。每一个家庭都有他特殊的家庭语言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一个家庭都有他特殊的语言？有人要去睡觉啦，要去上一号啦，今天吃什么？ 菜啦，大家一起去聚餐呐、啊，家庭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，这是呃是与众不同，可是每个人都没有发现，因为这是共同沟通的一种呃秘密与默契产生的。那世尊叫我们出家人在口业上面，你要只说法语。 不细论世间，也就是这么一点，好像微不足道、不伤大雅的习气，也都不可犯。啊，像很多人呢，讲话或者说，哎、欸，那板那么来唠唠哎，<laughs> 是不是有这样啊？然后吃个饭呐、啊。 打打牙祭，这些话不会出现在出家人的嘴里，<laughs> 懂吗？他没有那种超乎意想之外的捞，也没有可打牙祭的祭，所以这上面是一种生命的自我觉醒，在语言里面，众生执着了。 语言跟文字的像，而这个是非常牢靠的，牢固，是非常牢固的，在自我的价值里面，然后取语言的层次，取能沟通的那种意义上的定义的认同，有些时候会用语言来攻击别人。 别人的话，会找一个自我的理由去否认他。啊你讲一句话，我听了没介意。你来底根本就是什么意思？阿、啊、些人也是袂晓表达，读书够真忝，那我们才了应。像这些都是我语曲书读的越高，知识建构的越坚固。 逻辑思想越好的人，都要尽量避免自己对于这个语言、自我语言的这种执着。那像修行人来讲，如果你能够了解众生平等，语言文字是一种方便，是一种媒介。 对于哀嚎的小孩粗鲁粗鲁的猛汉，莽莽汉啊，就是粗鲁的人呢、啊，或是身份地位不高的人，他都不是用语言来把对方做一个界别的这种区隔。 但人会不会这样做？世俗的人会。好、啊、了，请问人工会啊做过最准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做有够怂，够有够粗鲁。那有个人说啊，人迄工会啊尼叫我亲和力。所以这种都是我与取。你在选择，你在界定某一种东西，跟佛性是没有关系的。 那有的人讲话的语气会有一种习惯性啊，一个家庭有他对话的某一种习惯性的对话，出到社会之后你会有修饰性的对话，谈恋爱的时候有美化的语词，然后当进入到熟识之后，就有直接。 直接表达状态的那种语言出来，这口业上面的取啊，口口业上面的修是非常必要的，因为那是无形的刀，无形的刀剑啊。但是众生还是。 对于自己能取的主体，非常的认同；对于自己所使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自我规范，丝毫不知道如何反省；对于外在的客体，就是对象，别人所说的语言，尽是有些挑剔；这些。 都是取的一种，这样取很明白哈。如果你有爱为策动的力道而采取的行动去取，在你的内心每一时刻都有分别见，它就成立了分别键嘛。而你是分别于相应，也是一种有。 分别于内心的排斥抗争也是一种有，以什么形态而存在而已啊！当你我很喜欢他，我要跟他吃一顿顿饭，是不是取有？我很讨厌他，我不要再看到他，也是取另外一种有，一个以存在的形态，一个以不存在相状。 而存在于情境的形态的存在，所以这个有都是因为你有妄想，内心有了分别，所以取造作完成，行动完成了而存在。所以在取有已经现前的时候，就要赶快用空的证件去知道法执。 当然，这法子里面一定有我值嘛，对不对？这一路我执法子都随伴随着自己，<laughs> 所以啊，这个造作完成的有，要用空的证件消化掉自己的这个有，然后呢，清净当中再看到它的因缘法，而不是要消灭掉世界，也不是消灭掉我这个人。 的这个觉性，这样修行才能完成，否则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奇特的那种怪怪的样子。那这个有，刚刚讲取嘛，那这个有其实就是存在。那在经论里面讲的有。 其实最主要指的是我们这个一手果报体的存在。我们的存在，当然就是已经生了嘛。那它现况中就是有，招感这个果报体的有，就是前面有走过来啊。同学，你会去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存在在这里吗？ 会吗？你会知道，原来你重复重复创造很多自己可以存在的理由吗？众生为了想要下一个存在更好，不断的创造可以存在的理由，而佛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是你要让自己的存在是自由，而不是为存在而存在的。 那个存在是所谓视线，随顺法界缘起，而不是为了这个有。有最难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从这个中有，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状态。当人存在的现况，是不是就叫有？ 当他第一个开始投胎那个点生了，还是之后就进入有啦？啊，这个有持续的，会让你习惯这个有，你害怕没有，你这个害怕没有的恐惧感，一直伴随着自己，一直到你要接近死亡的时候，那到后面两只啊啊，你对于有。 是不能掌控的。当你对于有是不能掌控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更想有，所以你一定会再来。真的是这样。那你如果对于有，就看到这个有是虚假。 是忘取而有的，这个有不是真的有，这个有是幻有，那就要从业开始去拔。那我们讲完这个，再回头再讲无名。那现在讲呢，诸法的存在就是有。 那佛法就是《心经》开始讲的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里面呢，从诸法有的过度肯定跟掌握性，告诉你，它毕竟会空的。那毕竟会空，又否认了现在有，所以告诉你，现在的有。 是幻有，但空呢？是因缘，它最后的总相是无常，对不对？所以空跟有，你两边撞击，两边来回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有也罢，空也罢，不受有的束缚，跟空的威胁，才能够。 了解无的道理，所以如果你对于现在的有有勇气，它即刻之间空，你也不再有失落，那你就有某一种某一种勇气了。有某一种勇气。如果对于有一直安然的。 由它来保护你的存在，你终究是很难拔脱恐惧颠倒梦想的。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，你对于你所有拥有的东西，是不是现在可以接受它即刻没有？它即刻没有的时候，你心中会产生什么样的？ 那种触动、接受你我举一个例哈，这是佛菩萨的慈悲，让我去参这个有。有一年呢，家里人病得很严重，我也病得很严重，呼吸呀、啊，在呼吐之间。 没敢确认他下一秒还会在。这个时候是担忧自己的无，还是担忧家人的无？躁动的看到自己无之后，这个家人刹那之间失去了我所我所能提供的功能，他们可能。 会陷入一个极度的呃不安全当中，所以对于自己的下一秒，可能没有做了很多想要替他们准备的事情，想要替他们准备什么东西呢？又发现这些东西它不能持久的。 钱会用完，菜会吃完，然后所有的一切不可能永远的。于是我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替他们准备。当我没有的时候，又很急的要教交,交代教导家人技能，如何自己做早餐，如何自己做些什么事，如何没有我的时候你们不会。 不会有不方便，但我去看到我可能就没有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在乎他们，我在乎他们的有，胜过我自己的有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成了一条船。 家里人全部在一条船上面，然后船要靠岸了，驳船泊驳,驳在岸边，它有一条、嗯、接驳的一条桥吧，我就踏踏上去了，因、就、为、是、一个大浪来啊，这个船就离开了这个泊的这个木头木木条，翻下去了，那船翻了。 家里人在水里呀、啊，其、就、实是梦境里啊。那个岸怎么那么深啊？那家里人呢、啊，就在那个海里呀、啊，手啊这边一直挥舞的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我，全部都要我救他。然后在梦里，我好急哦，不知道救哪一个。<laughs> 好急好急，不知道救哪一个，救这个那个就死，救那个那个就死。两只手去抓两个，我一定死。<laughs> <laughs> 然后我救到了最近的那个，在梦中我救到了最近的那个，赶快把它丢到岸里。再要抓第二个的时候，拉起来是一块冷的尸体。 是一个冷的尸体，在梦里湿湿冷冷的，摸的好真呐、啊。可能是我在海边长大，摸那死鱼摸习惯，那个感觉容易还原。看到那个铁青的脸，没有呼吸的身体，拼命的去压腹部跟胸部，就要给他救活，焦虑到忘我。 焦虑到我忘我，在梦中只在做那个急救的功夫，那个心是碎掉的，然后就在急救当中醒过来，发现原来生命里面的有别人的存在或自己的存在，都被自己定义的很坚固。 开始练习，没有开始接受无常发生在我，跟无常发生在我所见的现况，跟每一个我爱的人身上，我会怎么办？这个有。 是过去累积到现在的完成，而这个有让我住着，所以二十无有 <laughs>。三界里二十无有，每一界都有不一样的存在，而有的状态，如何破？回去参参。 你有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要丢的是什么？你要超脱的是什么？现在有菩提心，现在有讲话的能力，现在有什么？每一个有，其实都值得参与现在有家庭，有车。 还甚至于自己有衣服，有呼吸，有着情感的期待，有着家人的拥护，这些有都是存在的，对不对？确实，人不懂得回头去看自己。 你无法松那个五花大绑，你松不了。你要在每一个念头里面的有的东西里面，先看清楚它，再松它，最后把那个结打开。 而不住，好一阵子以前呢，开始在对于这个有的练习工作的关系，我可以拥有自己想拥有的东西，我也可以说 no，而否决掉自己不想要的不想要的东西。 而在有的东西里面，看着有，而不想用它，然后看着有，把它给出去，成为没有，来测试自己是不是对于取跟有这上面的执着有多重。当真的都没有的时候。 会不会惊慌？会不会惊慌？只要花自己一点勇气去接受的。那这个上面呢、啊？佛告诉我们，有是一定有的现象，因为我们叫娑婆众生在遇界，所以它不是就于现象。 去否认现象，因为你现在拥有的，不可能叫你脚不着地、身不着衣、不饮水、不进食，所以他叫你所有一切简单化，简单化到你对于拥有它一点都没有再起巧思要去。 做一些变化，那这个上面就会让你的有非常的靠近无，对不对？非常的靠近无。再来，对于自己内心里面的情感的问题，跟你存在的啊这些认定的东西，你要如何用？ 法门，去把这一些都能够在进入法门的修行的时候切断，切断那个存在的感受。于是，任何的法门都要让你修行到三昧，而这个三昧进入到深深的定当中，连自己的存在。 都不再追逐了，更何况物质跟所有一切关系法、情感的存在。当你有真正这样的经验的时候，这些有，这些有，对你来讲就弃之如敝屣，因为你会发现，这些有只会让你内心。 不是这里，就这里。你一直在转向，爱是内心的动能，取是采取行动，可是有爱取有三个连在一起。你这个人只是不断的摆动，焦点放在这里，爱取有再转，再转再转再转再，你发现你在转。 你一直在转转变，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，注目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以色值来注意色法，还是以心法的有来展开？你想要的答案，没有办法进入到定当中。所以，对于如果能够在爱里面就进化，当然你就不取了。 如果爱跟取都完成了，对友上面你功夫不用，你退不回去，习惯再转，这个转呢、啊，也就是重复的轮回啊，对不对？样很明白。再讲到生呢，生就是成就了前十之完成。 有了结论，那就是现况了。以现象来讲啊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就是生了嘛；以投胎来讲啊，也就是生有了嘛。所以呢，这是生相。当你爱取有，他已经完成了行动完成的时候，是不是现况现前了、啊？而这个现前就成就了现象结论了。 啊，这个结论呢，依照我们所前面所造的，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答案。这个答案全部不是别人给的。如果你今天有任何一个想法，认为你生不如生不逢时，生错地方，或是你有什么样的生，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你的身份、你的等等，其实因缘。 这都自己一路走来，那这里面的定义到底是合法不合法，然后合理不合理？问那么多，别人都找不到答案不能够遏制已经生的事实，那就要从生的事实里面去自由。 把这个生懂到无声，就知道他无声的道理。当你知道这个无声的道理的时候，就没有老死了，因为生只是一个相。那这个升起啊，其实都是经论里面讲，由于过去的业力造作之后产生的某一种。 牵引的力道，过去的业力，很确切的，很确切的结构，这个果，所以就升起了。以现在所造的，那就是未来会有脱胎嘛。现在所造的爱取有，哎，以后会有个生。过去所造的无名。 原型一直到爱取有，就是现在的身。所以你从这个过去的身到现在，无奈吗？如果你无奈，也放下吧。重点是在现况的所有一切起心动念之间呢，净化它，而不再牵引成未来的身。然后你在这上面。 不再陷入爱取有的这种游戏当中，自然这个缘就没有了。那这个生呢？对未来而言，如果现在有造了，肯定会有未来的生嘛。所以菩萨为一呢？ 众生为果，对不对？众生就是害怕那个现况中的果。可是菩萨知道，不要造耳后的生才对了、啊。你现在的果都是一个结束，可是未来的生是由现在去创造的。当然，佛又讲到超越这个这个生无生，还要无灭、啊。 还要污蔑，那才是真自由。啊，这个生我们就不强调太多了，就讲到这个老死啊，十二因缘里面的老死，心、嗯、色诸法它会相续一直在变异，就称为老，也就是变异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心性本极然。 其实它了无一物的。既然你心中有想法，这个想法就会变；既然有物质的现象，这个物质也会变，它会变化。所以身住意灭的内心想法，沉住坏空的物质，它都会有一个变异性，就是后续发展的意思，它会有一个后续发展。 那这个后续发展，当然就从有之后就有生了，现象现前，难免就会顺走，有这个老。啊，所谓的死，也就是圆灭的意思。因为我们在解释这十二因缘，并不就着生命的这整个过程，也不就分位来解释。我们现在讲一个循环而已。 一个循环，所以一个循环来讲，如果你懂得，这就是一个圆灭。你在变异的时候，没有情绪上的一些翻滚；在幻灭，也就是圆灭的时候，没有情感上的恐怖跟那种失落、毁灭啊。 毁灭的感受，那你对于生命的来去有跟无，其实就有某一种程度的自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人最不自由的就是害怕自己有，是在痛苦中，或是恐怖于自己还要有来受苦，这是修行人啊。 世俗人是害怕自己无，那我到哪里去？所以我一定要在有。所以修行人怕生呢、啊。